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胜利女神妮姬啦。那么胜利女神妮姬呢，她又更新了泳装。之前呢，她中途的时候呢，更新其他的活动啦，然后再又回来这个泳装系列了。这次的是主角群之一。那上次也是出了一个主角群之一啦，这次出的是阿尼斯。那不用我多说啦，看她的服装就知道，这次必定要抽到啦，第一个石头。那其实我不一定要抽啦，就是主要我能够直接换，但是呢我觉得既然他出了，我就一定要来抽一抽，看运气能不能抽得到啦。那抽不到当然就是用换的，但是抽到呢我就可以留奇哈石了，第一个石头宝石，这是什么不好的征兆啊。第二个石头，拜托来一双橙色的眼睛，紫色，橙色的眼睛，哇没有，哇，不好的预感。第二个石头也是暴食哎，哇，两个石头暴食哎，不是吧？第三个石头，拜托来一个橙色。不过其实感觉中橙色哦，中了，有橙色。感觉中橙色呢，没有中反而更不好哦。有两个哎，哦，第一个来了 ，no nice 啦，nice， 看这个样子就一定要抽了，谁忍得了？第一个是中泳装，那第二个哎，又是 Tetra 哎，哦。一个石头中了两只哎 ，nice 啦，阿尼斯 ，nice 啦。那主角群呢中了两只，那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那个应该是送那个服装吧，应该没有出新的，希望是有出新的啦。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。哦，对了，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如果你是 TikTok 的话，拜托帮我点个赞赞。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